就可以耐重。那所以说，如果上一些瑜伽课，这次小伟啊，如果瑜伽课的话，大家就可以用这种灯光。这样瑜伽课的时候就是这种样子，比较放松的时候，那老师自己去就可以按。我的饮水机大概装几台啊？十一台。十一台。好，那现在来到我们这个有氧区哦。那很可惜的是，它十台有十架没来，有十台的椭圆机最新型的，一台28万没有到，有十台哦，它会陆续到。哦，这是有氧区，也还没有装潢完成。哦，那这个是最新型的跑步机，它这是液晶控制的，你完全看不到按钮哦，你可以看到。它全部拢液晶的企业，它有电风味出来，意思说这一张球，然后它最新型的，它是这样控制的，液晶面板跟你的 iPhone 一样。那这个地方是游泳区，当然这些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块都是要摆满东西的，还没来哦，还没来哦。那这个也有独立它的空调在。那循环扇还没装哦，循环扇也是全区都装的啦。OK， 那来看一下衣柜的。哦，那这间是厕所，你们可以在上面上厕所的地方。哦，另外那边也有厕所，等一下见。这间是私人教室 ，VIP 私人教室，目前空空的。为什么空空的？因为他妈的东西没来啊。哦，中勋器材这边还有将近20台要摆，它也有草皮，哦，它也有这些东西，都没有到，它是独立的，它这间也很大，私人教室，我们私课这边，然后这边也还没有装潢完成，都没有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都空空的，因为什么？东西没来，我也没办法。啊，上面白铁架是要给你们吊悬吊的，哦。它这间是独立的，有隐私空间。这边是有隐私空间，外面看不到里面 VIP 教室。来，也就是说是这样，进去上课的哦，这是私人的哦，隐私。那现在带你们看一下这个我的柜台，还没做好，它颜色会变哦。1000平啊，哦，全部加起来1000平，容下。那，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员工办公室，要容纳我们的教练、业务主管，我们开会的地方。稍微外面看一下就好，因为这个客人不会进去。这是我们开会的地方。这是我们的门面，哦，我们的门面左右边商品架。And 它这个是可以变色，它是7种颜色要变。它外面又套一个铁网，还没套上去啊。哦，那个质感，这个柜台花了不少钱啊，光这些裸珠，它花了不少心血。那，啊，我们做八角擂台样式的，半八角擂台的感觉，以符合馆长这个格斗的形象。哦，然后我们就是还没做好，质量没上来，从正面拍拍一下，因为它还没有上。那，啊，这是我们门面，进来就是这个门打开，哦，来，你跟我们出来，门打开就是这样。这边是吉德堡，哦，这边是吉德堡，来，跟我出来，这边是吉德堡，来，那就是捷运站。你要看黑的跟黑的捷运站，我就看得到捷运站有没有？捷运站就在那里，我们都看得到。哦，对面是吉德堡，这就是我的门面，我从外面拍一下。馆长的门面，三重店的门面。好，我们再进来。最近花了不少钱哦。然后，接下去在这边就是大家可以坐着谈这个订单，谈单的这边。然后这边有全区介绍，这边也有厕所。哦，这是给参观的的厕所。哦，厕所在这里。啊，这边是全区介绍，大堵。全区介绍到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大家知道现在在什么区域，哦，你可以看一下，然后这个也是办公室，哦，办公室。
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接下去可以让业务去谈生意的地方，这样子，来。这边都还没装潢，还在装潢，所以说，大部分都是这样，一楼接下去柜台，三间教室，还有有氧，楼下重训区，这是三重。那我们的东西的这个数量，还有我们的精致度很高。哦，那三重到目前为止是这样。那后续在八月、九月份的时候，全部都完工了，我再拍一支完整的影片给大家看。今天赶快介绍到这边，我等一下赶快回去放 ，OK， 关掉吧。各位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阳。